慢着，刘继武，耿明兄弟即将投奔义军之时，发现了官府所设的这阴险歹毒的圈套，便一直在暗中帮助他们姐妹二人。耿明兄弟不满官府暴虐，早就是义军的人了，拿去看看吧。武当豪杰，宁死不屈。爹，这是我爹的亲笔，怎么在这儿？你父亲听说你搜寻剑谱去效命官府，非常气愤，大骂不孝之子，咬破手指写下八个大字，于是在狱中自刎了。爹，爹呀，爹，孩儿万万没想到落得如此下场。爹，不好了，官兵已经朝紫霄大队杀过来了。不要慌乱，听我指挥。革命兄弟，召集下山的义军紫霄殿前迎敌。哎，跟我来。叔，您。我就是你三师叔，时间所迫，不能细谈。一句话，你不要忘记了，三叔从未背叛武当。好。
慢点，轻点，轻点，轻点。三叔，就给孩儿这次赎罪的机会吧。三叔，三叔。请你把这把家传的武当宝剑带上山去，交给义军兄弟，也算我对得起义父黄泉的老父亲。上天哪，饶恕我吧。Thank you.
了。